这台电脑没有安装润哈，好，我们现在先来安装。那我看有没有已经下载好的在这里 ，OK。好，润 install。好，好，现在安装 Windows 版的润。是。好，这边选择加入会议。好，这里呢，输入呢。35210600001，好，这里输入你的地区常住地哈。中文名字哈，王。好，这边选择加入会议。OK， 好，这边加入并开启视讯。OK， 使用电脑云设备。好，这边选择。那这边 OK， 如果你没有权限的话，就会出现这个画面。Got it. OK. Got it.